你會喜歡靚仔的渣男還是醜樣的暖男？我幫他答，我幫他答，靚仔的渣男，靚仔的渣男，好了解啊，因為他曾經跟我說過話，我就算被人渣，為什麼不找個靚仔的被人渣？哎呀，好有道理啊。又是我 Bino 啊！你說你要選外在還是內在的，你要渣男還是暖男呢？你答我啊，不再想，立刻答，拜拜。你喜歡靚仔渣男還是醜樣暖男？醜樣暖男。醜樣暖男，那現在有沒有拍拖啊？現在有。那你覺得他符合了什麼條件啊？夠醜樣夠肥。靚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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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渣男喎。靚仔好渣喎。靚仔，我幫佢答，我幫佢答。靚仔嘅渣男，靚仔，因為佢好了解啊。因為佢曾經同我講過話，我就算俾人渣，點解唔揾個靚仔啲嘅俾人渣？係啊，好有動力啊！邊個最中意靚仔啊？咁佢中意邊個靚仔啊？佢成日煲劇，成日 send 相嚟喺度拍。咁梗係醜樣暖男啦，我都係。點解啊？性格比起個樣子重要，性格比起個樣子重要，但是你第一下你不知道他的性格的喎。咁我會揀對我好啲咯。試下靚仔，試咗噶啦。咁快？醜樣暖男。你呢？醜樣暖男，即係要睇係拍拖定係做朋友咯。因為拍拖梗係咩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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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點解個靚仔要揀你？咁呢個男朋友符合咗邊一點啊？暖男，暖男，係仲有咩？唔係唔係，男仔可以夾咯，但係唔會做對象咯。因為如果即係我即係知道自己又唔係靚女啦，咁拖住個靚仔出街，咁周街啲女咪夾我條仔咯。佢都要我養緊，拖鞋。男人三大意願嘛，抽公屋、攞綜援、咬老院嘛。佢暖男但係撐景咧，撐景啊，咁就不了，不了。你咧？都不了。但是他很帥氣，很暖男，不行，他很愛你。